现在在清迈夜市，但是今天虽然是周末，但是人很少，就几个人在这里逛。这里说是一个夜市，看着一点都不像，一点都不像夜市的样子。这里，它那上面是叫清迈夜市啊，人家放的是那个周末夜市。你说你去菲律宾的时候，然后你租摩托车，你把汽车驾驶证给他。他是不是要这个的？就是汽车驾驶证就可以了，没有说什么摩托车驾驶证。这差别很大哎。他就是这样，而且他租车给你，他就要你有这个驾驶证，他才租给你。有一些特别的话，他就不要。如果有摩托车驾驶证，他租吗？那肯定也租啊，那你是有证的人。那我不知道他认不认可这个的话，我就不知道。反正我们那一次去的话，就是要那个证。这里好多老外啊。你也是老外。啊，好吧，我也是老外。基本上每个夜市都是卖这些。走吧，进去这里逛一下。我进去看一下，跑一下那个，跑一下那个直播，到时候买一堆回去。Professional Thai boxing, come to watch the real Thai boxing at Ansar Market. Let's do the night bazaar.这边买比较便宜。你便宜点，两包一百。这是什么？芒果，没有芒果。芒果。这个一包一百五，这个两包一百五。两包一百五，一百五是三十多块钱，三十多块钱两包。Can I try? Yeah, okay. This one you can try. No sugar. Thank you. 我觉得还可以。可以买当零食吃啊。不是买的，能带回去做什么？300一包是吧？不，这是一百五两包。一百五两包好便宜啊！是啊。多少钱人民币？这个一包一百五。多少钱啊？一百五就是三十。三十多了。三十多左右吧。那这样说，它比在毕格斯那里还便宜。在曼谷很贵的。两包750，这个两包350。这个是，它那是 good， very good。买两包回去啊。买吧，我买两包，反正有时候在路上坐车，饿了可以吃一下。一共多少钱？一百五，这个里面呢有六小包，一小包，这个比较可口。榴莲干吗？没有中文的就刚好，没有就是的就刚好。小姐姐中文很好啊。也很漂亮啊。最重要的，很漂亮，主要是好看。是。对，好看。拿两包这个吧。对，两包这个吧。你们也买吗？榴莲干有两包。这个有刺的吗？可以。不知道味道什么样的。这是菠萝是吧？可以，没有糖，这个清淡汤。这种有300，这个有300，这个大块，这个小块，500。挺不错。还是这个好吃啊。糖果干好吃点啊！一百五三十多块钱不贵，在我们国内这样一般应该都要三十多一包。就当零食吃的。来这里你找辣条，你问一下，没准他真的有啊。这样没有1000块钱，你看换点钱啊，花光。可以取吗？一边来一起的呢，这个一边来一样。这个也。
No money 了，我要。我的一万泰铢也快花完了，明天我也要去那个换钱。你买几包？你买哪个？我买两包这个。OK， 两包。这个是你这才150而已吧？你这是两包才150。两包150对吧？对啊，大包的才是两包300。小包的，小包的，小包的两包。150。嗯，我150。我们那么多人买那么多，应该便宜一点呢。优惠的呀，150便宜的两包150。一个人买也是，这三四个人买也是，那就不便。你们一共买几包啊？我也买两包。他也买两包，我也买两包，他也买两包。OK， 谢谢，谢谢小美女。你们不买吗？不太想买这个，因为我不想提，我还不想提。我最后一。你可能今晚回去，明天就完了。看到它漂亮的份上，我就买。就啊，中文说这么好，肯定要买啊。会很多，很比我好。那个两包。两包。你几岁啊？20。好小啊！你看我们的老。你学中文学多久了？我没有老师，那个我不知道。你自己学的？啊、我也有到 Facebook。啊、Facebook 学的。Chinese 背着背你哦。啊。哦，够的够的，他都自学的，好厉害哦，够的。好，谢谢。走了。哎，我俩好难吃，你怎么进来？谢谢，走吧。我在曼谷看这，曼谷很贵的。对啊，要好几百耶。曼谷现在这种的话，它也要250或者是300吧。是的。就在那边的新的旅游。这里有很多人妖。我又不跟他拍照，在背后拍呀、啊。哎呀！一个30泰铢，四个100泰铢。我发现东南亚国家的那种包包，特色包全部都是这种大象啊、猫头鹰啊那种，都是手工的龙，还有大象都是用。ทุกร่างหน้าตาทุกสัดส่วนเลยนะคะขอเชิญน้องทุกท่านลงไปล้างวิธีหน้ากรรมการค่ะนำด้วยหมายเลข4เลยค่ะนะคะเป็นผู้หญิงแต่กำเนิดนะจ๊ะลูก人妖表演是吧เราจะไม่เป็นช่วง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กวดนานน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แขกต่างชาติของเรา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ราเสร็จไปแล้วเขาวีซ่าเขากลับก่อนแล้วเราต้องดึงแขกกลับมาใหม่นะครับเอาเก้าอ่ะพูดเลยจะอยู่ท่าไหนดี